What?顺势想来波上绕后，这波不能白来，好吧？而且上是有闪现的，这里一技能已经先行交掉了。一巨魔，哦，先啃一口，那省一个数字了都。双方闪现是同时交，所以一闪没有踢到。嗯，但是毕竟小龙宝就在身后。对，这波小龙宝得帮推线。主要狼行这波也是觉得自己打野在身后嘛，大意了。TP 不让你推这波线。下路目前可以看得出来，还是寒冰这里先推线啊，但身上已经没有多少蓝了。这波消耗一下皇马的血线之后，还要留人，勾到是 Mark， 那身上还是比较肉的。两路也是被推线的，上路再一次交拼起来，但是对方身后是有人的。海克斯最后的通牒控下来之后，小虎直接大招黄牌定。这老哥那视野很吃亏啊，做不过来了。这波狼心想要直接走下来，这一剑给的有点勉强，哎，还是定到了泰坦。泰坦这里回声激发余震，自己会比较肉的一勾，又是勾到了一手女坦。嘎啦的位置已经被限制住了，回声一个大招，同时交闪现应该能躲掉西野的这波嘲讽。后面小明已经被拼到的一下收掉了，拼到的落下自己的大招，两令一声息保护下自己。旁边六自己有点落单，已经被狼心所盯上。加里奥是被维鲁斯一剑给穿心穿死，两边瞬间打了一波一换一，这波六居然是没能阵亡，有点奇怪。没能给他最后一击。嗯，小虎招大招脱离这面战场，其实视野做不过来。刚才的双方拉开之后也不好去补了，就这里寒冰这一剑天定小明，然后女坦去打先手了。泰坦醒过来之后发现阵型已经不太好，只能这个钩子去勾女坦。加里奥再一落大招交闪现之后逼出嘎啦的闪现，嘎啦那主战力已经是有点残了啊，不太好去打后续的一个输出。是旁边那有一丝血啊，居然是被他拉开了，闪现躲了狗熊的大招。而且西叶这波信心护盾啊，强行去换血，这波抓上的话只能看狼行这里会不会起杀心。看一下中路日女给大招，后续小虎原地交出自己一个金身，在正面的一个嘎啦感觉要先把 Mark 打残了。杨林深吸开起来保一手，但是后续再一张牌定到的时候，配上泰坦的钩子直接将 Mark 击杀。我们再看这波先手到卡牌，所以我们看泰坦这波先帮队友去挡进了一阵阵两个，然后我们再看嘎啦扭身躲过这寒冰这一剑，然后敞开输出。而且问题是这一波打的时候寒冰不在正面啊，就只有皮娜的输出，他皮娜在这个时间节点他的一个作战能力是肯定不行的。来看一下正面这里再次交拼起来，柱子卡了一下，感觉小龙帽的位置非常危险，被日女指了进去，而小明在侧也是被方驱赶开来，也接上小明的人头之后在龙坑里的永远站在中路线，然后我其他两个单打点一人一条边线。这是刚才的回放，皮娜的这波脸探草丛又选择了一波先手开，但是对方是有加里奥的支援的。青钢影那一下也确实差点秒杀千珏，那就差那点伤害。现在双方还是各自的选择一个131的分带，但是皮娜的这里在蹲，上这边是有颗针眼的。哎呀 ，New 这里会不会忍不住上去打？来了经典的三包一抓下路。没有，世间万物皆系于一剑之上，是这样的。一剑什么时候吹响这个进攻的号角呢？先爆破果实，一下来，下来两个人刚好到卡牌的脸上，卡牌一个黄牌定住了狗熊。但是这里青钢影海克最后通牒自己身上被套了一手虚弱，青钢影可能瞬间被秒了，受到了加里奥的嘲讽，青钢影瞬间倒在地上。看一下小龙 RNG 也无力去争夺了，那这个风龙恐怕要拱手相让了吗？卡牌先开一手大招，自己亮一手牌，但是现在正面四打五啊，对，这四打五老干爹肯定要先行拉扯这条小龙了。但是这个时间段的话，老干爹这边已经缺少了先手，不过嘎啦身上还有一手腐败锁链的。看一下这个龙不耐烦已经回血了，打野等级差三级啊，这差距有点大。哎，这日女大招已经太好了吧，太快了吧，日女大招再一次好了。看一下红色方已经先将这条龙给拿下，拿到了自己的龙魂。这里小龙宝这个柱子挺关键啊，来了一箭射到的是小明，后续再接日女的一个大招，但是并没有能够控到中心位。双方再次互换一下技能，那这个时间段就是青钢影最佳的单打时机，你正面开不起来，我下路塔可以推。是，好，远古巨龙老干爹这里先动，因为他也知道兵线上能有这么舒服的 OK 的兵线，
时机不多，也就是现在了。五千多的雪线打的速度很快，小明先进去深水炸弹给到 Pina 的，先给打野两千多，这时候看来是不是要拼惩戒了呢？啊，旁边直接被先手到了一个小明，小明叫出一个闪现，闪鬼闪现，瞬间被秒杀了，一千七下来的小龙宝能不能惩掉？还是被千珏都惩掉了。这一波 RNG 可能要做撤退了，小龙宝直接要被斩杀，艾希拿他人头。嗯，觉得自己身上有 TP， 所以想带一下上线，因为下路二塔已经带掉，你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带到高地的。对，所以你只能去带上，然后找机会去推一下上路二塔。但就是这个时候，让老跟爹把兵线做成了一个最好的时机，是果断由他们开启了远古巨龙。他们在红色方，就对于蓝色方而言，小龙是不太有力可以从上半区下去抢的。你即使说上路有 TP， 但你明显的可以看到 TP 下来就没有角度可以进场嘛，就只能让小龙宝下去闪现抢，但这种拼惩戒就真的是看远古龙 buff， RNG 是没有办法跟对面接正面团的，但是寒冰这一剑再一次碰到街上任意的一个大招之后，应该是可以瞬间秒杀掉小明。小明在死之前也没有办法可以把自己的大招交出来，那这样在正面已经缺少一员的情况下，老干爹肯定还是想要再继续推进的。中路水晶守不了，同时要看一下哪路兵线，但上下路兵线对于老干爹来说不太好转线啊。在等兵线，第一时间并没有推。嗯。远古龙 buff 快二十多秒，但这个二十多秒对 RNG 来说可能是非常漫长的二十多秒。是。直接干扰水晶平复了两个防御塔，小龙宝先行要被留住了。旁边看看女友选手自己先开了一个精神加海中最后通牒，稍微拖延一下时间，远古龙 buff 还在持续，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千珏落一个大招，但是他其他几个队友全部都在里面，而 RNG 人都在外面，寒冰一波 triple Q 把这场比赛的悬念杀死。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小鱼，恭喜老干爹赢下了今天的比赛。现在来到我们赛后采访的是西叶，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老干爹中南西。欢迎西叶，刚刚你们也是赢下了比赛嘛，自己也是斩获了第六个 MVP 了，觉得自己今天表现怎么样？表现就还可以吧，就感觉后面两把没打好。两把没有打好吗？后面，但是我觉得发挥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今天的比赛之前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两边的队伍的队员们关系挺不错的嘛。我看到在刚刚就是赛前开始的时候，你们好像还互相的交流了一下，也没有说什么骚话。就他们在调戏蓝行，我们这四个在看戏。啊，你们四个在看戏是吧？也是大家的关系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今天在比赛之前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就是你和对面小虎的一个中路的对决嘛，因为你们也是五年的老对手了，今天对决下来感觉怎么样？因为是老对手嘛，然后加上版本原因，基本上这三局我们在中路刷刷刷，然后就打团。但是西叶好像在第一局的时候完全没有把重心放在对线的一个状态啊，是一直选择去飞上路的一个凯南嘛，为什么会这样子去选择呢？因为我们阵容选出来的话，卡妹和卡白的话优先帮卡妹也会更好一点。但是会不会有一点担心，因为你当时完全是弃线，然后也塔也不要了这种状态，会不会有一点担心对面的辛德拉太肥了？还好，我觉得打团的话我们能处理辛德拉。当时辛德拉是可以处理的一个状态。对。那第二局的时候呢，西叶的表现是非常不错，但是有点可惜没有赢下来嘛。当时你们是为什么会选择一直在中路去进行一个激情对撞，但是有可能有几波没有杀掉残血的队员吗？因为我们的阵容选出来就是以打架为目标，然后他们一直给我们机会打架，我们就一直走他们打，只是我们打不过。当时可能稍稍有一些操作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失误这样子。那么比起前两局的话，你们第三局是选择了一个很慢很平稳的一个局势嘛？为什么会在失掉一局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子的调整呢？第三把我们就采取了一些团战，就越拖越往后面拖越有力的阵容，然后加上他们也想打团，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拖是吗？慢慢就拖赢了。那么第三局的时候，你们最后那一波远古龙的团战的时候是怎么去指挥的吗？为什么那么果断就直接打了呢？因为当时中有个眼看到维尔斯回家一瞬间，我们就说等他回家我们就开小龙，然后刚好他们也给我们机会了啊，也给了你们一个机会，抓住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那下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说 LPL 乱不乱还要看我老干爹吗？因为你们最近这几场四场比赛都是要对阵到我们的排行榜上8到11的队伍，那么今天这场比赛赢下来是不是稍微心里面放松了一点？其实还好，就想我们都想的是每一场都打好，就打好自己，不要太在意排名，每把都尽量拿下就行。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粉丝们可能也比较好奇西叶的鞋怎么样了？挺好的，阿姨刷了一下，然后因为不给新鞋，所以没办法。所以就是现在穿的这双鞋吗？对。那我觉得应该就是走了一个好运，依照着之后应该会有好的运气。挺好的。好的，谢谢西叶来到我们的赛后再分环节，我们把镜头交还给解说席。